Oh baby， 哒哒哒哒哒。哇哦，我是二家小鱼儿，游进你的心里啊。鱼跟影是满听。天哪，我好青涩。妈呀，我也太丑了吧！和他很久没录节目的朋友。茅台收藏馆，哇哦！他是不是想进来？他是不是想进来？啊，粽子，你让他进来嘛，没关系，会影响你吧？苏米，好久不见，粽子，好可爱哦！来，你给我跳一首，给你放个音乐，来，来，你不要一见到女生你就给我过去，你真的是，行，好的，我现在不理你，我现在有正经事要做。好可爱，他尾巴上的毛。动动动大，哎，这个手现在贴这儿了，往这走，对，往这走，动动，动动胸，胸开始，胸胸胸胸这儿，动动大，上下，对，往后扑，对了，现在你往后 back 太多了，身体往这儿一点，对了。角度问题，对，哎，帅呀！因为华帝现在其实他自己有开一个舞蹈工作室嘛，今年有计划要巡演，所以说我得提前训练。因为以前其实我们一起在团队里面的时候，就是他也是抠动作的那个人，很习惯他的这种方式，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不懂的时候，有些动作做的感觉不太好，我就会找他帮忙抠一下动作。吃饭啥了？等等，我真的好少看你跳舞。是啊，我一般不跳。那跳舞好看，真的好有魅力啊。OK， 没完了。好 ，See you。搞定了，搞定了。Good， 走吧，一起去我家吧。一小时后，来了，来了，来！哒哒哒哒 ，Hello，Hello， 没有拍吧？现在还？已经在拍了。啊、哦，我先照一下镜子。看，照一下镜子。我先照一下镜子。一会儿。就你一个人啊？真的很无聊。没事，我让他这一趴剪掉，你好好先整理一下你的头发。你看，给你看，给你先介绍一下我家。这我就看出来这是什么了，这录音室。哦。哇，你自己现在在学吗？我自己现在会了。我的录音是永强教的。哇。永强教我的。那我们一会儿可以试一试啊。可以啊。这个是吗？对。他知道这个会剪进去吗？就是不知道，他以为没开始。哎，不错哎，这边这是你的卧室。对，这是我的卧室。睡觉了，直接进卧室躺下了。就是我这个朋友，我很怕他偶像 buff 有点重，你知道吗？可以，这边还行。这边应该比你没有那边要大一点哈。你找一下，我藏了一个娃娃，是我最近最心爱的娃，你猜一下在哪里？鲨鱼吗？不是，我在暗示他。真的假的？你找得到？啊啊啊！哇，你真的有人床底下？又开始给自己加戏。屁耶！要不我们一个人做一个菜吧？可以啊。我看到藏的人在哪儿了，但那个人应该不是我认识的吧？不是我认识的吧？导演。导演别躲了，出来吧！哎呦，那是谁啊？华帝，真的好无效。哎呦，没觉之下直接无语。不是，不不不不不。
过。不是，你挂挂，他好生气，挂的，他看见我了。就是我们节目是第一个上来的，只要是不管是我们朋友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的人，就不能带妆。我不跟你开玩笑，真得谢。你看他就谢了，就我们必须这。我今天专门为了上你们闪光的日子，闪光的日子，闪光的日子，闪亮的日子。剪掉，剪掉，剪掉，打码，打码。闪亮的日子，擦掉，擦掉。我今天专门为了上你们闪亮的日子第二季来找瑜伽，我都已经。我这是我平时工作我都不化妆，但是我今天专门化了个妆，做了个头发，你们看到没有？我没有妆发了，是我自己做的，结果现在让我卸掉，可以，真的，真得卸。好心烦。我可以卸，但是我今天想拍个短视频，爱你吗？然后就拍完之后再卸，再卸啊，好啊。Oh baby， 青蛙，我教你们，来吧，来吧。先是右脚还是左脚？哪个？右，先右。Oh baby，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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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心凌男孩，外脚里脚，外脚里脚，叉叉叉，我耶哎，我转个圈呐、啊，走一走啊，再扭两下，然后开，转个圈，爱你爱你，大家学会了吗？没有，找个地方录。我们从哪开始的副歌是吧？对，好，准备了。啊，我不是会员。我不是会员，啥条件了？现在都我来一遍吧，好吧，这个家人一遍过。你的心你是否就来 come on 来了的唯一 Oh baby 哒哒哒哒哒哒转耶哎，我左一圈右一圈踏踏踏，让真的看见，嘿，再开 B B 左哎右哎，多一天。神经病哦！啊！可以瞎玩瞎玩瞎玩！哎，卸妆给我吧。卸妆是不是要来台机器过来啊？对，我给你拿。哇，真的是，哪个这个卸妆的是吧？对。来，开始，我们开始护肤，沉浸式卸妆。嗯，专业，好专业啊！沉浸式卸妆，你们带走。嗯，这天于林要来我这练舞，我俩 Q 到你了，小姐。啊，真的吗？嗯，我看到好像看到他朋友圈。焦点逐渐吃。我在沉浸卸妆呢。No, sorry, 这是你的怕。我不抢你怕。你的那个的高保湿面霜没开啊？开了呀，小的开了。你把名字都 Q 了。对，它有什么成分呢？什么成分？它为什么叫高保湿呢？就是它的质地吧，它涂上脸，它是冰淇淋的质地，然后涂上脸过后，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高保湿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我们晚上平时在大冬天的时候，你皮肤在特别干燥的情况下，如果说你在睡前去轻轻的涂抹一层它的话，第二天起来你的皮肤是一个特别水润有光泽而且比较 Q 弹的这种状态，和因为它质地特别让人觉得很好吸收。它上脸过，你看现在我上脸过几秒钟时间已经被我的皮肤完全吸收了，它不会让人觉得很油腻很厚重的这种感觉。好专业啊。不是你们闪亮没有什么赞助商？没有哎，可以，真的，我们拉一个吧，就拉一个。看，要学呀。我卖吃的。我说哎，这个 QQ 弹弹，哎，高保湿，高保湿，保湿。你睡前吃一颗，第二天起来脸上就是一个高保湿的状态。来吧，开工吧，我们分工合作一下嘛，咱们快点整。我好饿啊！你没有老抽哈，你酒生抽哈。对，
老抽和生抽有啥区别？老抽是调色的。那酱油呢？酱油就是生抽啊。对呀、啊。我华弟，你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不需要酱油什么的。生抽是带颜色的还是不带？不带颜色。这是干嘛的？这是蒸鱼豆油。哦。是干嘛的？哦，那个是味极鲜。哦，这个好。盐，然后这个是糖，可以来一点点。这个好辣呀、啊，看出来。辣子鸡吗？那个是。辣子鸡看着好香啊。是吧？是吧？开动吧，开饭吧，先趁热吃。我要吃个辣子鸡。我感觉你们这个看起来是真的香。这鸡是好吃的。辣椒炒肉，这个怪挺可爱的蝴蝶。哎，你知道吗？嗯，我上次搬家，从我的行李箱里面搜出来了我们在韩国的时候那个 MP3 索尼的那个。哇，那蝴蝶，那个蝴蝶啊！哇，这是当时的高科技啊，兄弟！但是我没充电，我都把小说下里边了。谁要饭？我不要了。嗯，你够了。我没饭了，我要去吃那个，我要喝汤。啊，汤，别放这个。我试一下这个汤。一绝，那我只能说一绝。尝一下吧。哇哦，真香，真香。你要那种做那种，那个唱欧美唱腔，真香。你又卡到了，那个叫什么来着？陈大六三六，陈大六三六，真香，太。你现在通告这么满了吗？很 busy 最近，很 busy， 马上去法国巴黎。OK OK fine， 没事儿，你反正啥事儿你说呗。像法国啊，时装周，我经常在泰国，经常在泰国，我不去法国。泰国有资源，泰国也有资源。最近泰国我们那边在跟泰方导演制片方那边在聊一些剧嘛。泰国，利用。你什么时候？你现在给我跟那个泰国导演打个电话呗，我现在就，反正你都随心的吗？对啊。啊，我真的我就回到了以前听狗号吹牛那个时候。喂，萨利康，康，奶奶您奶的天，奶奶。嗯，亚天马没有米奶。哎，哇，真的好笑。来，鱼跟影是慢听。哇，嗯，这，哎，这么一个音，那可以了没？嗯 ，OK， bye。哇，这个很厉害。我得跟他做朋友。他真的很好玩的。哎，华弟，你有没有那种就是狗号的那种丑照给我放出来？有啊。哎，你别放了，求你了。别慌，别慌，慌什么？你没什么，你丑照。你有啥丑照呀？你在我的心目中都是最美的。你还说你不会夸人？给他放那，这儿。妈呀，也太丑了吧！我手机里面这么久的东西都还有啊？太多了，我都没删，我都不舍得删。听懂味道，这是咱俩。狗，给他放那。好开心啊！太丑了，我有个视频我看到了。哎，对，耶！哇，这个我们跳巨齐，好吧？这是最齐的。哇，这支舞我们这练了多少遍啊？一个月吧。租的是最便宜的木筏。这个也有小鱼，我记得。哇，华弟，我跟你跟你好多组啊！对呀、啊，千方百计。我感觉我们两个频繁在一组。这是干嘛？这是哪个？改了，改了。之前就是在跳这个歌。还有的，别急，这个。咚！我这鞋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我这衣服也不知道去哪儿，我这帽子也不知道去哪儿，我这裤子也不知道去哪儿。啥也不知道。这华弟的表情。哎，像那回事儿。没了吗？没了，我只带你们练了一会儿。
哎，我很想知道你们看我创造营舞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创造营的舞台你看了没有？我看了呀。啊，我看你创造营的时候，我没有，就是我没有说什么我特别想要上，像好羡慕去这个节目怎么样那种节目，因为你知道我那段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嗯、我那段时间就是看着这种选秀我就完全不会羡慕的那种。嗯，因为我上一个比赛把我伤透了那种，你知道吗？啊，我基本上看的都是你的 cut， 就是到你我自己的 part， 对你的时候的那种我都看了，我觉得你圆梦了，所以你去的时候并不是去看你表演去了，就是替你感到欣慰。就是那个你在那个船上边的时候你不哭了吗？我能知道你哭的原因。现在还有高光时刻啊。谢谢啊。我反正我当时当下在里面，我当然是情绪最重的。那后面我就在想，你看，包括其实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对我感触也很大的。嗯，就比如说他最后他说决定他要去开一个舞蹈工作室了。嗯，然后最后我没想到他真的去干了。嗯，你懂我意思吗？嗯，而且干的还挺好。嗯，我跟你说啊，以前大家都是要脸的人，对，要面子的人。对，这两年两三年下来过后，我觉得脸是最不值钱的东西，面子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嗯。但是有一个好的，就是以前你可能说啊，我争取一下吧，想想啊，算了，不要闹僵这个关系。虽然是可能你别人觉得你是好的，但你会有遗憾嘛？讲白，你心里是会有遗憾的嘛？嗯、但是你现在去争取的所有的东西，你就是我竭尽全力了。嗯、但这就算没有，我也不会遗憾。对，就我不会那么后悔。现在就是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了已经。而且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上面，现在我们还能够这么健康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你知道多少人别人现在不能正常生活吗？是的，是的。我就觉得，哎呀，我的这两个好朋友已经时隔很久没有上节目了，所以我当时特别害怕他们会因为突然多了这么多摄像头会不习惯，因为我也有这样的阶段，所以我当时就很害怕。就前面为什么要整蛊他们？就是我希望他们放松一点，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拍摄，就我们正常该干嘛干嘛。但是今天的状态就是我们真的很正常的状态，所以我很开心。感谢导演组给我了一个高光时刻，终于有高光时刻，我终于看到了我帅的一面，不然好丑。你一直都很帅啊，你一直都很帅啊。你在说什么？没有没有，我说你在说什么奇怪的话？我们一直都觉得你很帅。你是我们所有人里面最暖的，我们一直都觉得你很帅。最不油的，怎么搞得好像我们从来没夸过你一样的？对呀、啊，哎，真好笑，真有意思。不是，我之前有跟导演组说，我说来这个闪亮的日子，我感觉就是没有最丑，只有更丑。然后刚刚还给我播了那一段高光时刻出来，我还挺感动。帅是因为你在这里是很真实很正常生活的，你如果天天看你是那样就不稀奇了。我刚刚看就是前面可能就觉得你跟朋友相处然后就是很温暖很温暖，但是我就被你最后说一段话感动到。你是一个就是很心思很细腻的男孩，就很有魅力的那种。他超暖的，你多跟他做朋友，他没事还送你礼物。好，那今天晚上我就给你发信息，然后就是问你什么时候送我礼物。而且他很会送，他很过分，他就专挑，知道你喜欢什么，然后就是每个人都要送不一样的。没有，只要前段时间他发个抖音，然后就是我就说你这个袜子链接给我一个，他直接就买了，然后给了我。他一直很暖。真的，我有很多朋友都说于耕耘是理想型，对，很迷人。好了，我觉得可以了，夸到这里差不多了。你不是夸这里，你不如直接来跳一段《爱你》。我想看所有男生。那我教他们跳好不好？就往下蹲，然后往上，我真的看见。对，然后右左，左不要，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右不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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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左害羞，左害羞，右害羞，右害羞，哎，我又不害羞了，右。我又不害羞了，又我又不害羞了，左哎，然后转个圈，爱你 ，wink wink wink， 可是这样子，就我们三个先来，后面三个你们来，还分组啊？分组啊？我又是舞蹈组，好啊，舞蹈王子，今天就是你，你到前面扭起来，好来，五六七走，
外离。耶、yeah, ！哇，很棒！右一圈，左一圈，走两圈，哦，好快、啊！对，对，好害羞，害羞，又可以了。对，多一天，好，转圈，爱你。好了，你今天会从，你今天给你一个称号，重庆第一就是舞王。我天哪！五六七走，唱。哇哇你看到哇学的也太快了吧哇哇哇哇哇你不是要说到你要巡演了吗？嗯，有确定说要办四场巡演。哇哦！这一次巡演我就是要加 band 嘛，就是想要自己排练，把自己的歌曲，然后可以跟那些乐队老师一起弄，对，现场乐队的那种。暑假就是有十场巡演，十场哇！我本来其实上半年的时候，年终的时候就要办了，也是因为跟对一样。然后本来我们已经互约，我们两个我们都互通了，互约他来我的，对，互约彼此的嘉宾了。祝你们事业顺利。咱们就祝你们巡演能顺利举行，好不好？希望。那我们请让哥总结一下吧。让哥哎呀，我觉得他们这一期就是特别的真诚，特别的治愈，然后看完了之后我就感觉我又有这个努力的动力了。对，他们两个是我以前最早成团的那个成员，那当时我也是队长嘛，然后我们可能已经有出道应该差不多7年了，然后我们到后面可能解散完之后就每个人其实走的路线都不太一样了、但是他们就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坚持他们现在想要坚持的东西。我当时其实邀请他们来节目的时候，其实他们一开始是没有同意的。我为什么后面去极力要邀请他们，就是我也想让更多人看到他们，其实他们很优秀，但是就是可能不是在这个时间点，也不是说在这个时机就有刚好有这个机会就让他上去了，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两个给我很大的感触，所以我当时就想说我一定要邀请他们来我新家，然后来看一下我现在的这个状态，然后他们给我一些建议什么的。真好，有这样的知己真的会帮到自己很多。真的就我其实特别佩服他们。我跟你说，就是每个人的路是这样子的，它是有大路，它有很多小路，然后像我们去在花园里面走路，它很多小路也会绕回大路上，所以可能你现在是这样子走，你没有选择，他们可能从旁边走，就总有一天可能会走回来，可能会岔回来，总会相遇，所以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闪亮的日子播出第107了，鳄鱼腥炒汁儿，黑历史 recatch， 哦，是所有人的吗？等会儿，报告耶。上微博搜索闪亮的日子，分享闪亮的睡前日记，就有机会登录节目正片，也可进入闪亮的日子话题页，发现独居生活之美。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有用、有趣、有料。